家好，我是钓鱼少年林伟，这次主题是钓 man 鱼。装备呢，黑钓工坊的法杆配黑钓工坊的前打轮88WGT， 型号我会放在下面。这次呢，中途意外遇到白色生物，导致整个钓的结果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看下去。好，蚊子一大堆，准备好，准备出航。好，现在凌晨1点多，搬完船准备下海。10点多出发，现在1点多了。这地方会滑？会啦，会滑。好，等一下。我到这里，我的脚都已经可以。可以，上去了。好。哎呀，你哎呀，帅呀，哎，人起来了。现在凌晨1点多出发。对，有小只啊，有小只，你看，有一只小只，灰色是小只。但我发现白色的和灰色的长得不太一样。它背部好像有那个骨头。哦，前面有海豚。它在这里靠过来。没有，对，看到他们把那个尾巴打，哎呦靠！直接跳一只上来。
海豚，等海豚。哦，好幸运哦！第一次在这边看到的海豚呢，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海豚了。我们不要去骚扰它了，太远一点。难怪我们钓不到鱼。另外，有海豚就没有。也是啊，我原本在那边就有看到了，我也是，我感觉这里浪很大，是个白色的东西，白色的浪。哦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前面。那边，哦，白色海豚嘞，那是白海豚吗？哎，白色的，这边是白色的。不知道录得录得到，不晓得哎。在帮忙，他不能看到这样近的呀。啊，我的头。我觉得可以做啊。哎，这样子叫，放下。有点长度，它才会还有帮我陪住。这第一次看到野生海豚，好大只哦！第一次遇到，蛮多只的。哎呦，好大只哦！不过我给你换位置，换不了位置。是啊。也是太不太到，太远都看不到。海豚也没有水族馆那么大只。这个拿走。有把船压回来。都还好，这个没有比我之前武汉宝岛那个武汉宝岛之前租那个三号的。没错。变了。哦，那不然被搞完倒了哟。哦，给我买。来了，他对了，他差点，我丢。
我行。这条街哦，这条街，像条长的一样。妈贝鲁，这个斗斗干姿势就是这样子。这个至少挡挡大浪了。这次的钓友我觉得相当的不错，虽然一整天都没钓到半只鱼，不过看到很稀有的白海豚。正常我们看到海豚都是灰色的嘛，但这次看到的是白海豚，非常的稀有啊。不过我们在看白海豚的时候还是有离它蛮远的距离，而且尽量不要追它跟着它，才不会打扰到他们的生活。最后回去的时候那个浪蛮大的，很恐怖。我在猜啊，应该是看到白海豚，白海豚保佑我们。以上，最后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钓鱼少年雷木磊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